据台湾媒体报道，上海维多利亚的秘密大秀才刚结束，超模奚梦瑶因为不慎摔倒登上各大媒体。不过另一位超级名模刘雯的表现则是被赞可圈可点。而近日福布斯公布了2017全球模特的收入排行，刘雯更是亚洲唯一一位上榜的女模特，排名全球第八。2017年全球模特收入排行中，第一名由丰臀金金卡戴珊同母异父妹妹坎达尔·珍娜摘下，收入高达2200万美元，更打败好姐妹吉吉·哈蒂德。至于刘雯，则是以650万美元的收入排名第八，更是亚洲唯一入榜的名模，让不少粉丝既兴奋又骄傲。11月19日晚，何穗通过微博上传和刘雯的搞怪视频，并称这两个小姑娘太可爱了吧，快到我的碗里来。视频中，何穗和刘雯都被披上爆炸头和大大的黑框眼镜，对镜搞怪卖萌，少女本色尽显，十分的可爱。此视频曝光后，惹得众网友纷纷围观，并留言称是不是美惯了，想来点不一样的，有颜任性，看完了都忘了你俩长啥样子了，太可爱。